有关注孙兴慜，因为好像很多球迷都拿你跟他来做比较。我和他虽然说年龄差不多，但是走的路完全不一样。他从小就在国外，如果我21岁能够出去，能够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球队能够比较资格，那我觉得其实我也不是不行，对吧？是，对，就像其实这次12强赛，其实虽然我没有出现，但是。 其实像打韩国、打乌兹别克这些队，其实我觉得没比他们差多少，真的没比他们差多少。是，像就像你说，12强赛这种比赛才是能真正检验中国队一线队实力。就这段12强赛的经历，有没有你记忆特别深的几件事儿？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其实差距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虽然说你像韩国有很多英超踢球，李钦永啊这些。 这些在欧洲踢球，但是我觉得其实整个球队其实给我感觉就可能就孙兴慜比较突出一点。对，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我们如果国内球员20岁、21岁如果出去能够一个好的平台的话，其实都差不多，真的。